又到小米講馬時間，今個禮拜早就出街，因為就跑禮拜六啊，兩個月差唔多就會跑一次禮拜六啦，一年就唔多嘅，唔同以前禮拜日主流。咁啊，因為就嚟過年在職啦，跑下禮拜六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啊，加上今次係私家三跑道，就會出馬就十四隻，好似得三場嘅，咁冇所謂啦。就算出十隻，你唔中都唔中嘅。咁小米總算又打破少少悶局啊，仲翻嚟位置 kill， 咁都算冇咁失禮。跑馬就係咁噶啦，好似禮拜三咁啊！阿毛顯東騎嗰只四千金，從冇可能贏到嘅情況下贏嗰個長馬。如果各位老友入直路睇住呢四千金，你哋嘅心情係點？你估唔估到只馬會跑咗上嚟啊？炒飯哥，哇！神鞭打咗成幾多鞭，佢一馬當先，情願罰佢都要搏命，但係都要輸俾四千金，證明咧毛顯東騎功進步得嚟咧都有啲運。所以呢個禮拜咧，我連贏位置 Q 都係中意揾佢嘅。我介紹就係第二場，咁馬膽就係毛顯東啊，東東騎嗰只五號金剛之星。咁有人會問啦，喂，呢只馬識唔識跑泥地噶？咁我唔敢話百分之一百佢實識，不過呢只馬之前喺外地，佢都喺英國咧都跑過嗰啲即係膠沙地啊，即係嗰啲咩嶺飛馬場嗰啲跑過嘅，咁都仲贏埋添。咁正路呢種場地，可能佢唔會太過話唔適應。咁試習呢只馬都唔算差㗎。咁當然而家唯一對佢擔心就呢只馬嘅健康，成日都好似麻麻地咁樣。不過呢排勤出翻咧，咁我啊當佢有信心保證啦。咁而且呢只馬又輕磅，同場對手老實講，你認為係好泥地王邊只啫？最多咪就係冰糖葫蘆、歡樂小子，但係呢啲馬熱得嚟，你又唔會覺得好有信心啊嘛。反而我覺得不如搏一搏只金剛之星，因為佢而家勤出呢只馬，老實講坐喺三班，我覺得一啲都冇話唔夠班啊。而且毛顯東，我係老實講 fit 啊嘛，有時減咁多磅，真係要揾佢，我真係搏一搏今次揾佢做膽，而且我諗肯定有得分，所以我一於就揸佢做膽。咁啊配腳啊！第一隻要翻二號個紅雲發財啦，咁啊上一次試跑泥地就跑泥四，咁啊表面睇咧就阿蔡呢個禮拜啲個陣咧就相當之強嘅，因為又出以期用兵啊嘛，咁啊又有喜雨繽紛啊嘛，咁啊人哋都會直覺啊覺得阿蔡呢個禮拜薄嘅，咁啊係唔係咧就有時阿蔡太過強個陣，有時我又太驚啊，咁呢只都係熱㗎啦，不過呢只就唔係阿雷神騎，雷神呢場冇助騎嘅，但唔知點解唔俾佢騎咁。好難講吧，李寶利都騎慣㗎啦，咁啊俾佢騎都冇所謂嘅，咁啊而且呢只馬都四平八正啊，咁啊揸佢咯，因為可能啊李寶利騎仲可能分到兩蚊添，咁啊揸佢。另外一隻我就要八號歡樂小子啦，咁啊其實呢只馬好奇嘅，羅利亞騎開就去咗騎細必跑，咁呢只就轉翻俾潘頓，咁啊有冇所暗示咧？有冇嘢係啊？有咩啟示就唔明。細必跑同埋歡樂小子，我又覺得歡樂小子就可能好啲泥地。咁文家良就，都冇得話點樣噶啦，即係你啊拖埋啦，不過呢只馬都熱噶。咁另外拖埋只九號冰糖葫蘆啊，我覺得呢只馬都係 pace 馬，一潘明輝同埋呢個馬房，老實講真係有啲驚。馬房真係搏極都係仲係得幾場頭馬，咁啊唔知發生咩事啦。但馬佢又唔少喎，呢個馬房即係搏極都好似得個吉咁樣。咁啊，雖然過年都啱，不過唔好啦，都係做腳啦。而家啲冰糖葫蘆，我諗可能呢場係大熱門添啊。唉，唔好搞，都係做腳好啦。咁呢場一於啦，我懶懶地咧就揾只五號金剛之星做膽，拖二號紅雲發財、八號歡樂小子同埋九號冰糖葫蘆。咁啊，另外一場就係第八場，我一樣用阿毛顯東嗰只九號好客本色做膽。第一呢只馬早兩次咧好客本色啊，都夠膽同嗰只黃蝦黃川 Q 啦，跟住都以期用兵嗰場佢都跑第三，即係呢隻馬我諗三班就應該都夠班之餘，都唔係嗰啲都係排面馬嚟㗎啦。不過就你知啦，葉闖行有時都要等一下，即係你有時買葉闖行啲馬都係有啲耐性啊。今次佢轉咗俾阿毛顯通嘅，其實一檔仲109磅，咁啊輕到啦，大佬109好少啊嘛，即係你過海巴士咩？系嘛，所以都拖住佢就，我觉得系做胆呢只马，我觉得抵搏啊，因为呢场马就只只都可以争啲争啲，咁啊不如揾佢喂轻飘飘，喂阿东东，有时真系今季暂时真系好值得信赖啊，咁啊拖住佢啦，配角第一只拖翻只呢场系大热门啦，一号嘅起等闲啦，
上次輸咗俾加州罪嗰場，咁冇計嘅，咁啊熱啊熱啲，但係你又唔明佢有時候間唔中啊都會發生呢啲事嘅，頓哥咁啊跑咗第五啦，加上羅富全呢排就應該回氣當中，咁不過呢只馬就一定一睇，哇嗨排面都唔排面嘅喎，好似同場好似冇邊只馬夠佢冚咁樣，咁啊係咪咁樣咧？有時候潘生啲物即係去到好熱咧，就真係要小心，咁啊做腳啦。咁另外二號嘅精算閃擊啊，咁啊要開始留意啦，因為上次輸唔奇啊，跑第十，前次佢一出嗰場連利之星贏嗰場咧，其實佢內檔咧塞得好緊要嘅，咁啊最後都輸三個零馬位啊，嗰場奇普敦騎我好記得嘅，你咁樣塞咁頂只馬咁樣頂又塞又剩，只馬都搞到人馬角力啦，大佬，因為你要就住咁啊散曬啦，咁啊終於今次第三次啦。出了雷神了，那就看這場馬會不會幫他即是叫做搜一些堅料出來，那精算系都一向都是很鬥志的，那就拖埋了。那另外就是11號那隻萬里高，那他其實跟精算閃擊是同一場的，不過那場這個萬里高的騎法就大家跑完是非常之不重要，因為你買一向你覺得你買留後，但是上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史卓峰會將你馬擺前，最後又三疊這樣由頭到尾這樣，最後都跑第六而已，其實都不是輸很遠的，是不是這隻馬真的要擺前呢？那我就值得商榷的，我就覺得喂一向我對他信心都是留後多，那擺前硬硬好像很好為隻馬勝，而且我經常覺得史卓峰做不到這些將隻馬怎樣平均速度怎樣用得最好，這些其實我不是太信任。那今次用回呢排真係好好口碑嘅梁家俊咧，我諗佢騎翻師傅啲馬啦，咁啊最近都幫師傅贏翻馬，唔好話成日蘇寶羅唔關照下佢啦。咁呢只馬十二檔，佢係咪又係用上一次個跑法咧？我諗啊，梁家俊應該會揾啲遮擋咧，咁入直路睇下可唔可以衝上嚟贏啦。不過梗係啲信心就點都係冇我中意嗰只好客本色咁強咯。所以呢個禮拜都係揸住阿東東噶啦，唉，咁啊又係第八場嘅連任位置 Q 我就係一於揸九號好客本色做膽，就拖一號起等行，二號就精算閃擊，同埋呢個十一號嘅萬利高。咁啊睇下今次有冇繼續繼上次咁樣打破滿局就起個媽做爸爸啦。下個禮拜二咧一於一再同大家見面。